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乔仁。那我现在呢，人在这个金玉堂这边啊。嗨，这台是有四二层楼。这台有四二层楼啊，有刚刚有。有超梦跟那个。有超梦哦。超梦还有那个这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哈，现场很多小朋友在排队。你们平常都来玩吗？还是只有在家里？假日。我看一下你们的卡片可以吗？看起来你是宝可梦大师哎。天哪、啊，你好多传说卡片哦，不得了啊！你看，我就只有这些而已，我就只有四张而已。我只玩过一次，这是我第二次来排队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排到。好了，我们左手边呢，这一位大哥哥，啊，左手边大哥哥，二十几岁的，他刚刚投水军。对对对。我还以为在拍影片呢。拍影片跟录影不是一样的意思吗？我就知道。哎呀，我有看过影片。啊？好像有看过。你有看过我影片？没有吧，我是拍游戏的，我是拍宝可梦的。好啊，看一下你的卡好不好？几乎都很烂，只有两个最小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嗯，你们几年级？哇，这谁的？这我的吗？没有，绝对不是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我的有装卡套。哇哦，你的都很棒哎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电击怪哎，很可爱，超可爱的。我可以看一下你比较好的卡片吗？嗯，好，两个。这些哦。嗯。你是刚开始玩吗？还是你玩很久了？啊，没有，就是玩几天而已。你玩几天而已哦？那你喜欢玩吗？喜欢。搞得好玩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是很棒的哦，这个是可以变成 X 的喷火龙，这是擦喷嘛，对不对？嗯、这是 Y 喷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还是擦喷。擦喷。啊，擦喷啊，擦喷，对不起。啊，你传说卡目前还没拿到。嗯。还没拿到。最高只有四十。没关系。加油，好不好？很快你就会拿到了，说不定这次你就会拿到了，有可能哦。好好好，啊，也是有可能你们拿，这次都有可能，因为你们在前面，有可能你们先拿走。不一定，啊、真的哦。这个等几率的，等几率哦。哇，你看，超梦的。有，这一本应该很贵，这是你自己买的吗？还是你爸爸妈妈买给你的？爸爸买给我的。你爸爸人真好，你爸爸是个好人。我的超梦很帅。对啊，有抓到吗？哦。哦，基格尔德，这个要小声，这个不能说。这个你们汤十八禁。对对，十八禁，十八禁。哇，他没抓到海狮啊，好可惜哦。哎，海狮他不是不抓，他不想抓。哦，是不想抓，所以你们四星以上，你们才会想要把他抓下来吗？我哟。哦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是雷布。可惜。所以怎么我大厨？没这么多哎、欸！啊，我得分都没那么多，啊、真的哦。好了，都很烂。哇，这个，他好多次机会啊！很浅啊！对啊，130枚。哇，现场满满的排队人潮，好多人。人越来越少了、啊。真的吗？本来更多吗？我不知道，刚买差不多这种。是哦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排个队吧。哇哦，左手边遇到了基格的。跟大岩蛇，那右手边呢有四二真龙，有机会草喷吗？哎呀，差一点点啊，三颗星。海豹球，你多兰跟宝贝龙。这位小弟弟呢，他拿了尼多兰。他有那个传说卡吗？有。他有的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没有。有六星的吗？有啊，这里啊。有六星。那个麦克洛兹买的。哦，你说救急进化的。对，救急进化的，他手上都有。哇，手手边好帅哦，基格尔德。就你啊，这里装那一只啊，你忘记啊，小朋友。我忘记还要什么？这小种，这只啊，麦克。哦。这个嘛。对，这个可以六星。反正他这位等一下要示范。好、哦、好好好，等一下看他示范。好。这位小弟弟，他没有遇到五。哇哦，左手边遇到了超梦跟炎帝，然后右手边还在苦战当中。这位小弟弟，他应该一年级吧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我们两个都小。你们两个都小学一年级哦。小六。哦，小六，我想说吓到你们小一。我小二。你小二？哇，那一个人出来玩。我小，还没有出来就考研。哦。宝宝你好，宝宝你好。上次还有那个幼儿园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小怎么可能自己人来啊？有啊，我上次看那个抓狂一组有一个六个月的，他是自己参加相扑比赛。哦，要投球要投球了，来，紧张的时刻来了，救急球机会了。抓到救急球机会。啊，看有没有机会抓到四二真龙。救急球，看运气。
精灵球。精灵球它隐藏的几率哦。麦克罗芝麻第二次，这不是这一弹的吗？啊、算了，我换别字了，不想用麦克罗芝麻，我想用强换打怪。哇，没有抓到，好可惜啊！我要用平地刀打铁。好了，不过他抓到了蒂亚海狮啊，蒂亚海狮也是非常棒一只宝可梦，不过他不想获得。一招打克。好了，换下一位弟弟啦。好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草喷哦。哎呀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，右边的弟弟他派出了两只露娜雅拉，他非常喜欢露娜雅拉哦，所以他派了两只。那左手边的话呢，要抓超梦跟炎帝了。这哦，两只不一样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左手边有没有机会抓到超梦跟炎帝啊？好，差一点点就高级球啦。好，右手边的话是双重冲锋。可以。精灵球之力。超梦没抓到。他只要抓到炎帝啦。炎帝的。恭喜他获得了投三十元的机会。对，传说炎帝，我很想要炎帝耶，我想要炎帝雷公跟水军。我喜欢。你也喜欢啊？我觉得打打说脚要发抖。我喜欢六十秒啊。哦，好，恭喜恭喜左手边获得了炎帝，恭喜恭喜恭喜这个打个嗝，应该是高中生吧，还是国中生？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一只奈克洛芝麻拂晓之翼即将就级进化。其实还有一只，但我们都有。真的、哦，你们都有。就级奈克洛芝麻，六星的。我目前唯一六星的宝可梦就是就级奈克洛芝麻，它是合体的宝可梦，然后又在就级进化。它宝可能量可以高达七十。没关系，继续看。好，它使出了光子喷涌。我不会怕土和废的。真的哦，你一定会找到传说就对了。我要自己努力。结果就捡那克洛芝麻打不赢海摩斯。按这么高就失误。对，嗯，深深对，按那么高就有失误，好可惜哦。嗯，哎，他招式那么帅还失误。对啊，盐水。盐水，他还有一招式哦。有啊。好，左手边有机会草喷吗？哎呀呀呀，差一点点。那大盐水今天归归你，多尼诺。我方的攻击。好了，这个赢定了啦，我们待会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找到暴飞龙，因为暴飞龙的话我个人觉得蛮强的，虽然是神经的。去按一下太阳。啊？它是月亮，它不太阳，太阳是另外一只。哦，太阳是另外一只，它手上那只。哎、欸，对，所有家人都在我手上，对不起，我上次一次就把它拿走了，在现场排队很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我们祝福这位弟弟。啊，应该是哥哥好了。好，超级球哟。我啊、哦、好，谁呀？有机会吗？超级球，恭喜，两只都抓到了，哇，太厉害了！请投六十元，要投吗？他会想投吗？应该不会想投。哦，他想投，他要投。好，他妈妈说好。哇，天哪、啊，太棒了！哦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哦，这位爸爸人超好的哦。他的儿子打到了水军，然后问隔壁有没有小朋友要，然后呢，这一位来自普里的弟弟，他说他要，他就投三十块钱要把他拿下来了。嗨、嗯，他非常紧张，时间快到了，找得到钱吗？没有钱的话，我可以借，有吗？有哈、哦，好，他没有钱，他没有钱把水军拿下来，恭喜，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到普里啦。哇，水军太棒了，这里充满温暖。来拜拜。啥都没有。好，排了好久的队啊，终于换到我了。OK， 我们就投钱吧，三十块钱。然后我带了四只我目前仅有的宝可梦来玩。对战捕获。OK， 按。再看啦，来道具机会。哇哦，是四气饮料组合。好，我们就来打基格尔德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有带小朋友来哦，一直叫我拍双索尔。
好，应该没有机会，我们待会在土里面打吧。嘣，虎牙龙，我的第五只宝可梦是虎牙龙，这群虎牙龙，我已经有双虎战龙了，它的宝宝我也拿到了。哎呀，怎么不见了？拿不出来，卡片是卡住了吗？好吧，不获得卡片，待会再研究一下好了，拿不出来啊。好，我们单手玩的哦，单手玩的。哇哇哇哇 OK， 单手是可以按到170啊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这个会遇到基格尔德，然后呢，我就派出了我上次拿到的，啊，这个狮子、舍尔加雷欧，以及喷火龙。好，就这样吧。OK， 再把卡片收回来。舍尔加雷欧跟喷火龙。没有了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快按，快按。好，士气大幅提升了哦，我现在已经来到370了。好，按快点，按快点，按快点的话，它就可以跑比较快。喷火龙速度真的好慢啊！你看到现在还没有超过对手。爸爸，你都没有说话。双重冲锋机会。太棒了，成功了。等一下，弟弟，我现在还在玩。好，一只手就是这样子按。好，成功了。哦，一只手也是可以这样双重冲锋的哦，成功了。等我一下，弟弟。我没有说要派出双索尔，那我想要派我自己的宝可梦，我想要用我的自己的宝可梦来战斗。那就还给我啊。好，还给你。在这里。好了，意念头锤使出来了。单手使出意念头锤，哇哦，好强哦，这个伤害好厉害哦，我可以抓锦鲤龟了。好，一样一只手就可以了，因为我另外一只手要拿那个手机录影，转换轮盘。好，我们按到叉叉，基格尔德应该不会把我秒杀吧？他主要是防御的哦，他的伤害不高。好，这个招式非常的华丽。伤害哇哇，天哪天哪，索尔是集中要害，不过喷火龙还好，没关系，我来用喷火龙来打他。喷火龙应该是今天第一次攻击，哇哦，可以超级进化耶，这个要怎么办？哇，成功了哦，这个一只手就可以了，不用两只手，超级进化了，哇哦，是超级喷火龙。好，按到了60，天哪，玩到60哎，好，爆炸烈焰，我的虎牙龙还没有从卡槽里面拿出来，卡住，哇哇哇，失误了，喷火龙，你的招式没有打中啊，瞄不准啊，哇，时间快到了，剩下4秒钟，所有加油哦，加油，等我，好，按到了10，没问题，所有加油，上吧，流星闪冲。这个是钢属性的攻击，钢属性的攻击打他有伤害吗？命中了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哇，基格尔德没有打赢，基格尔德没有打赢啊，我没有打赢基格尔德，熊，而且还要被他打一下，好了，哇，他按到35，我按到了防御，看看是你的毛比较尖，还是我的盾比较强。啊、哦，被基格尔德打两下，哇哦！啊、哦，不过时间的啦，连打赢都没打赢就要抓他了。好了，也咬了，哎，是高级球，高级球是好像刺好的吧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。2、3，没有。好啦，就把机会让给下一位吧。抓到锦鲤龟会有交换机会吗？没有，不获得。没有。
会有气息吗？对战结束了，好了，结束了，我拿出我的扶摇龙吧。好，扶摇龙的话，我已经从卡槽拿出来，而且拿回家了。那这是我自己抓的第三只的宝可梦，那这是我自己抓的第二只，这是第一只，然后这两只的话呢，是我女儿，第一只，对，我女儿跟我儿子给我的，第三只，好，就这样子 ，OK， 目前有五只啦，太棒了。